右边呢有三个字，陈兆富。那这位陈兆富先生呢，就是中国银化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最早1984年的时候呢，他向国际银化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告知了我们中国银化的一个分布情况。从此可以说，外国人才知道原来中国是有银化的。所以他对我们中国银化这个作用也是非常的大的。那我们来到这个馆呢，最早是我们贺兰山银化的第一任主任贺基德先生呢去这个建的。Таңдым маржанар мэлэри жэрши Аңмэн аралбатын Каңгадула олзын Орай, курай Жэрши Neighbor, I'm going to go to the
Таңдым аржанар мэлэр ес жерши Аңмэн аралбатын Каңгадула олзын Орай, курай Эшерси таңдым аржанар мэлэр ес жерши аңмэн аралбатын каңгадула олзын орай курай人洋人为枪，也足以看出它的那个重视程度。这边的演化基本上都是由羌族人所留下来的。然后我们会发现呢，它的旁边还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文字出现。那这些文字呢，都是西夏文。西夏文字的特点就是横多竖少撇多捺少，而且呢没有办法用汉字的方法去这个还原它的意思。那像我们看到这个西夏王朝呢，它是建国于公元1038年，灭国于公元1127年。所以说呢，像我们看到这些演化都是距离现在900不到1000年，890不到1000年的历史后刻的。像我们看到左手边的五个文字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能昌盛正法，能是能力的能，昌盛是国运昌盛的昌盛，正是正确的正，法是法律的法，意思就是弘扬佛法，能是国运昌盛之意。
包括上边有一个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三平那三横一竖是一个佛法的佛字，三平那的代表的是一个人，三横分别代表天人第三界，一竖的代表佛法贯穿三界之意。再包括呢右手边靠中间单立人死字上有一横，是一二三四五的大写的五字。那我们会发现人一只手是有五根手指的，所以古人称五为整数，为最大数。在这边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意思，也就是很多很多的佛。那为什么面不轮廓线？但是它为什么要画两条呢？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面具的形象，就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一个人的形象。而我们会发现呢，我们贺兰山是石头山，不受猴子生长的，所以说我们这边有猴脸人面像的这个猴崇拜的也不是我们的本人去崇拜的，它是最早呢新疆的阿尔泰游牧民族呢信奉这个就是崇拜猴呢慢慢的迁徙过来的带过来的文化。像是在哪一部分？这是红点的右下角。对，在那个位置。来，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大家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物。是吧？我在我们右手边看到这个。斜坡上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岩画，像这些都是。而我会发现的岩画它主要刻的是两幅星之神的形象。我们来看一下左手边的这一幅，这幅岩画呢就是圆形的，这幅岩画叫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我们贺兰口表情最为丰富的一幅人面像。那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生殖神呢？因为首先它的额头上方有一个十字符号，最早呢在这个符号学当中，十字符号呢被视为一种生殖符号，一横为一，竖为阳，一横一是代表一种阴阳相交的意思。然后还有呢，就像它的眼睛部位，左眼有两个横线构成，是象形文字中的月亮，右眼的一个圆圈里面一个横线代表的是象形文字中的太阳，一阴一阳呢也代表一种阴阳结合的意思。包括呢这个人面像的内部有四个 U 型符号，最早呢在符号学当中 U 字形、菱形、枣弧形、倒三角形、水滴形、椭圆形等等都是一种一型符号，所以这算是阴性符号。来，我们稍微等一下，大家先稍微等一下。眼睛上方的一个小区间其实构成的是一个鸟的形状，就是我们看到最上边的这个弧形是鸟的背部，然后这边靠左边是鸟的尾部，中间这条横线是鼻梁的，这条横线呢是鸟的腹部，还有靠右边的是鸟的头部。可以看到十字符号跟右边的一个圆圈里面一个点，它们中间呢这个小区间的最右边有一个小圆点，代表的是鸟眼睛，左边的这条弧形曲线的代表是鸟尾巴。而最早的鸟呢它被视为一种阳性动物，所以总的来说也是一种阴阳结合的生殖崇拜。那正面下面我们大家可以找到有四个小红点，这四个小红点的周围是一幅木列图。我们来看一下，左上边有一个小人正在拉弓射箭，右边的包括下风都是一大群的动物群，而在这个动物群的最右边的两个小红点的中间可以看到有一只非常小的小动物，与整个动物群的方向是相反的，它在把这些小动物群呢朝猎人的方向去驱赶，说明它是对猎人的猎狗，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通过驯化猎狗来帮助自己狩猎了，非常的聪明它。来，那我们这边看过之后呢，来继续往前。下方呢是七八匹马，而在小红点的上方有一个小手印，大家能看到吧？其实这个手印在岩画中的含义多达27种，例如呢像我、占有、拥有、升职、巫术、权力、驱邪、数字成人礼等等，非常的多啊。而在这个手印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占有和拥有，意思就是这只鹿还有这些马都是我的，是在宣示自己的主权，清点自己的财产。而我会发现这幅岩画是不是看起来特别清楚呀？但其实呢它是一幅岩刻类的岩画，只是因为它的刻痕特别浅了，所以我们后期呢用丙烯颜料进行了填充，就会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它。但实际上呢如果不填充的话现在已经看不到了。Oh, no.
Таңдым аржанар мелер ешерші Аң мен аралбатың Қаңға дұлда олсын Орай!